即将邀请到我们爸妈的代表，我们家长会的会长也来到了现场哦。让我看看哪一个错队最有礼貌，听口令，双手举高，一次爱的鼓励，大声问候会长好，爱的鼓励，五六开始。高丽林口国中，哦，真的非常嗨哦。刚刚的暖身运动，我想我们家长已经差不多汗流浃背了。还好，等一下我们不用表演哦。这个今天真的非常高兴来到这边，还有我们几位爸爸妈妈也来到这边哦。各位同学玩得高兴吗？高兴。有没有想爸爸妈妈？标准答案。OK， 我们临终的孩子真的非常棒，品学兼优又会玩，哦，这个就是真正，我们今天把它发挥出来。等一下表演，尽情的表演。我想话就不多说，留给各位各班的表演。啊，那我再次还是谢谢我们的辛苦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康复的团队哈，给我们这么难忘的一个夜晚。还有谢谢我的伙伴哈，一路千里迢迢来到这边哈，谢谢各位，掌声鼓励鼓励。一二三，谢谢会长，一二三。也别忘了会长为每位同学的勉励的这几句话。在那边，执行官也要带来好消息。除了呢，我们这边辛苦的八年级的老师抛家弃子，还有我们所有的行政团队，为了这一次格数录影筹划了非常久，再给我们所有老师团队掌声尖叫一下。下一个好消息到底是什么呢？刚刚我们会长啊，会长不好意思讲，在那边执行官觉得一定要说，会长们所有的常委副会长代表所有爸爸妈妈知道你们来到这边进行活动很辛苦，36小时的训练，流出来的汗比你喝出来的水还要多，特别体恤每一位同学，在明天烤肉的时候，每一位同学都有鸡鸭饼一只。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都跑来，除了冰棒，待会迎窝晚会每一个表演班级，只要你表演的好，晚会一结束，马上颁发精美礼物哦。这个礼物你也知道，家长会最会送的东西，价值都很重，非常重。至于是什么礼物，我们等一下再来揭晓。但是我们非常确定的是，每个班级都很有可能获得家长会所提供的精美礼物。一二三，谢谢家长会。一二三，谢谢家长会。再次掌声加尖叫。好，所有同学请坐下。